气死了！对不起，那谁谁请问你是？哦，我就是黑暗料理界的。那你是在气什么嘞？哦，所以你们就是参赛者吗 ？That's right。但是等下，哇，什么时候换装的？哦，这次比赛的主题就是100道满汉全席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可不会放水哦。我也不会输给你呢。御前料理大赛正式开始。食材呢？怎么只有白米呀、啊？啊，你们可是要竞争御膳房大厨的人，这点小问题不会自己想办法解决吗？可是没有食材要怎么做、啊？Loser， 没有食材就做不出来了吗？根本没用，还是早点回家睡觉吧。可恶，要拖下去斩了！Don't touch me！哎，等一等，那碗粥再拿来让我看看。啊，这碗粥竟然有根头发啊！什么？这个哪有头发的粥？可怕的料理，我要诅咒你！100道满汉全席。